有一次吧，主持人，我跟你说，我生病了，我去吊水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希望他来陪我。然后我三瓶点滴我都吊完了，他人还没到，然后我就给他打个电话，结果他说他跟朋友在外面吃饭，他来不了了。那我就确实那时候我真的之前我接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在喝酒了，然后我一挂掉你电话，朋友叫我喝酒，我一下我又忘了。喝酒比你女朋友重要吗？后面已经打电话给我了，我觉得你都已经好了，没事了，你可以先回去吧。哎，这是不是都是他在当了水吧的老板之后干的事儿？对，他之前不是这样子的。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吧，对我还挺伤心的。啊，我那个肠胃不好，经常会急性肠胃炎之类的。然后他半夜还会陪我去打针，然后一宿也是没睡，然后帮我在看着那个吊瓶。我就觉得他那之后吧就变了，就整个人都像变了似的。所以你跟我提出你还要再次创业，我是坚决都不会同意的。听明白了，点在这儿呢啊。但我这次创业我已经想清楚了，上次是在三亚嘛，我确实我自己也有错，我什么都没有管。那这次我觉得找了是在海口的，我们就住在海口，所以也近，我可以经常去看，经常去管，所以我觉得这次一定可以说成功。我上次赔了多少啊？连本的话有差不多9万块钱左右吧，赔了9万啊。嗯，那女朋友过生日还摔信用卡呢，架子够大的哈。就是包括信用卡这些啊，包括信用卡。因为我们投资不是才投资了6万吗？啊，做了半年啊，然后中间每个月有给我打5000过来，啊，但是那钱我都拿来直接花掉了，然后也没有存下来，然后最后。那我之前提醒你的时候，你有听过吗？你说我目光短浅，说我井底之蛙，我提醒你了，你说你现在是事业的上升期，让我不要干扰你。我说的话你都当什么了？我真的不敢再想。你再去创业会对我怎样？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，你成功了，你身边的人还是我吗？你失败了的话，我还要帮你再填窟窿。哎，什么叫你帮他填窟窿？因为他之前那个信用卡有一部分的钱是我帮他还的，然后他欠父母的也还没有还。哦，那你拿什么？那你有为我想过吗？怎么没有为你想过了？那我要是没有为你想过，你要说跟我分手，我直接不管你不就得了？那 KTV 那次你怎么解释？就有一次吧，就突然变天，然后下雨了，我怕他着凉，他在 KTV 跟朋友唱歌，我就给他打个车，给他送衣服过去。结果他出来了，对我特别不耐烦，边说还边推了我一把，我就倒在地上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他也没有伸手拉我起来，然后还说了一句我特别气愤的话，啊，他说像他现在这么好的男人少了，难找了，追他的女的现在可以绕地球一圈，我排队都插不上。喝多了吧？确实那天是喝多了。我的心比地板还凉。你还顺杆爬。啊！我第二天不是跟你打电话道歉，我酒醒了，你也知道我那时候喝酒比较有点上脑了。我等我醒过来，我第二天我马上就不是给你打电话给你道歉了吗？哎，这也是在他所谓的创业期间干的。对，我都不知道他哪来的自信心。哎，那他倒闭了有多久啊？差不多也是有半年。嗯。倒闭之后这半年对你怎么样啊？就还好，就不像之前那样自信心就爆棚那种。哦，就这半年对你又好了。所以这姑娘一听二次创业，吓都吓死了，你知道吧？我都不敢想她在创业会怎样。啊，她那话你看说的特别，失败了吧，我给你填窟窿；成功了吧，你身边的还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。肯定是你。